迎接春节，新北市台湾好行的第三条路线开跑了。从木栅开车到平溪的话，沿途会经过七大景点，像是深坑老街、石碇、平溪，还有十分老街等等。这个假日呢，半个小时就有一班，而且套票只要199元就可以无限次的上下车，还有200块钱的消费抵用券。平溪天灯缓缓升起，载着无数游客心中的愿望。去年平溪超过150万人次到访，已经成为北部重要的观光景点之一。而为了迎接春节，新北市特别推出了全新台湾好行路线木栅平溪线。我想这次我们比较特别是过去火车都从瑞芳进来，那我们这次是从木栅，然后经过深坑到石碇，才到平溪，一天至少12班，在假日至少24班以上，整个的游客能够希望至少有那个1层到2层的成长。木栅平溪线是从捷运木栅站启程，假日半小时就有一班，行经七大景点，包括以豆腐闻名的深坑老街、景观优美的石碇，还能到百年姑娘庙祈愿，当然也会行经金童、平溪、石分三条老街，享受慢活旅游。一日游199，包含200元消费抵用券。同时，新北市也推出四大春游主题，包括黄金福隆线、北海岸线及多条铁马行。而且在春节期间，到指定景点拍下与蛇相关的照片，还有机会抽中平板手机等大奖。